Hello，吃晚餐，菜我这个我女儿煮的，叫你我女儿煮的，双儿的我老婆煮的。妹妹只煮了一个葱蛋跟青菜，这个我老婆煮的，葱蛋跟青菜会煮已经还算不错的，我试试看。可以耶，老婆煮的，不吃了，下午5点多开始做嘛，做更好。等都放好了，明天要切了，最近就要上大梁了。今天没有拍桌子，下次可能会上梁再拍吧，它比较辛苦。煮还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的。我后面的蒸大肠快看完了。很不错，快要看完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生活记录了。要吃饭了，今天的晚餐，好，拜拜。